都说人生如戏，人们在生活中忙于奔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生活有多复杂，演戏就有多复杂，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生活不能从头来过。哎，没事，人撤了，失败。而演戏往往不会一次就过。再来一次啊。你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啊，小白。他在演那场戏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基本的情境，就是他已经喝醉了哈，所以他也在现场喝了一点酒。但是他在喝了一点酒以后，他这个情绪其实就有一点点失控了，是。抓住核心的情感，希望你把我们的情绪给带起来，告诉我为什么留下。我就觉得，如果努力不能跟结果成为正比的话，那我们努力还有什么用呢？这世界也太不公平了吧。很难得的，我又找回到了我自己很紧张然后很不知所措的状态。就这个是在我最开始拍戏的时候才会有的一个状态，因为也是在孙秋身上看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所以他来接这个角色，所以也是我又变成了一个最开始胆战心惊演戏的一个人。白敬亭的出道经历和孙艺秋初入职场的状态很相似。这是我的名片，孙艺秋，您做了真的，这是我的项目，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大傻子，商业计划书、尽职调查报告、项目建议书，投资条款清单，你别狡辩了，无耻啊！在无数个深夜中，慢慢看透生活的本质。还有一点希望。我会有一定的自我怀疑，然后不知道这么处理是不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表达了我对这份职业或对演戏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因为我对他热爱，所以会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因为你只有热爱一份工作，才能去尽心尽力的把它做好。我是真的想要留下来和你一起工作，希望这一次可以如愿以偿吧。我干了。当你觉得所有人都比你优秀，所有人的基础都比你好的时候，你能做的就只能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待你的这份工作，随遇而安呢，只能是等这个机会找到你。我更希望自己能是一个相对而言主动去做选择的人。也是在慢慢的工作过程中吧，我慢慢也是像孙艺秋一样去找到了一些自信。我发现当我足够努力的时候，我并不比别人差很多。其实像我们新人组这几个人，我们都玩的还比较开，在我们私底下也是互相怼、互相分享。合影留念第一张，就非常好的朋友这种相处模式，我们会不断的去磨、去交流，然后很开心能一起完成一部作品吧。让，好嘞，也是新人，谢谢。哎呀，没事儿。觉得我们在一起更像是哥们儿，互相的去激励，互相的去陪伴。恭喜邱总。
旗开得当，来！Mark 在我的剧组生活中跟这个吴克之在职场中对于孙艺秋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很相似的。其实我们也是亦师亦友的一个状态，只不过是我们平时更欢快更有乐趣一些。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在他的身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说学到了很多。白敬亭在剧组里告别了他的24岁，迎来了他25岁的生日，同时他也迎来了在平凡的荣耀剧组里的最后一场戏。那场戏实际上他的情境很明确啊，孙艺秋要离开金晨资本了，他要跟吴克之之间完成告别，这才是最关心的人。而恰好我们拍那场戏的那天是小白杀青，他要跟我们剧组告别，就是最真实的最真实的那种感受去跟他说，因为最后重点还是落到那个小小的期望上面。对，白敬亭清楚地知道在这场戏里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不等导演喊他，他就会在感觉不对的时候自我否定。停，别来。我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套路化的表演，所以怎么去表达，然后怎么找到那种觉得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感觉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但我觉得这场戏我是这个人我应该这么处理的时候，我也会坚持下去，而且我个人来讲我也需要成长，我也得去慢慢的去磨练自己，我不能在某一个我觉得舒适区待得太久。你停。好，哎，阿姨，试一试，吃饭了啊。是你给了我生命，我觉得我的想法一直都没有变过，演员是我这辈子都想能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工作吧，所以不管它有多大的困难，我都会去尽力的去克服。是你给了我理想的心。傅厚宇，你好，想说什么？啊。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根本就没有希望了。是您跟我说，我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希望，就这么点希望。最难的是开始，但更难的是结束。在雨水和泪水中，白敬亭完成了一个角色，同时他也告别了一个角色。
不仅仅是用来走的，更重要的是在行走中向前迈进。在这137天里，未必总是跌宕起伏，更多的是在平凡生活中摸索。但正是这平凡的无数个瞬间，才让时间有了意义。这一条能不能就是咱们稍微脸能不能瘦一点？那个出发的时候能不能就接个后空翻？哎呀，导演。